袋鼠也疯拍照，闯入豪宅吓破模特。澳洲的海伦斯威尔在4月14日发生了一件趣事，一场在糖果屋豪宅 Candy Shop Mansion 所举行的摄影活动被袋鼠们搅扰，浑水了一切。这起事件让在场的比基尼模特儿们纷纷逃跑，当然喽，他们都被这不请自来的访客给吓傻了。糖果屋豪宅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这起事件的影片，并称之为袋鼠攻击。所幸事件中并没有人受伤。看来这些袋鼠们也很想当模特儿齁。